直到几个黑夜，对你的思念生长蔓延，这颗心突然热烈，只是都已经后知后觉。想要找一个答案，能够把结局安排圆满，可是你却越走越远，直到再也看不见。犹豫过纠结过尝试过，不管发生什么也不放手，是我错过了，时间被蹉跎，为什么爱你还不敢接受。到了这时候，为什么还没有爱的结果？